国际乳腺癌关注月是每年十月由国际上的主要防治乳腺癌的慈善机构组织的一项健康活动。乳腺癌关注月活动不仅提高了人们对于乳腺癌的关注程度，同时呢，也为乳腺癌的研究、预防和治疗筹集了更多的资金。为了配合防治乳腺癌的宣传，当地时间13号的晚上，全球最高的建筑迪拜哈利法塔亮起了绚丽的粉红色的灯光。十月常被称为粉色十月，每年十月是国际乳腺癌关注月，世界各地的不同组织都会在这段时间举办一些活动，以号召公众关注这个全球女性所面临的最常见的癌症，提高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并表达对乳房健康和患病者的关爱。13号晚，迪拜哈利法塔就穿上了粉红色外衣，组织者还呼吁当地民众和游客也穿上粉红色 T 恤表达支持。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且发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第二大致命癌症，仅次于肺癌。地标建筑披上粉红色的新装，就是为了呼吁女性关注乳房健康，积极预防乳房癌。除了哈利法塔，世界上还有很多著名建筑都会亮起粉红色灯光来倡导防治乳腺癌，比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等。东方卫视编辑报道。